很早。嗯，待会儿妈妈采访你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嗯。你走到手机那里去。你站在那个地方好不好？好，站直，让妈妈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还记得以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和星星哥哥一起练走路吗？记得，那时候我都耍魂呢。还耍魂呢？那个时候你走路是怎么走的？摇摇摆摆。然后手是不是往前拖？嗯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有两年的时间了？你觉得这两年你的进步大吗？进步很大。很大吗？以前。嗯。屁股都甩，脚都撅起来。啊，现在呢？感觉就是一个小鸭子。小鸭子是吧？啊，那现在是一个什么呢？小公主。对，现在是一个小公主。你觉得这两年累不累？不累呀。嗯。要和妈妈在一起，我就不累。嗯。摸爸爸。这个好不好？克莱因南。克莱因南。那爸爸。